我是双子座，超级美丽。为什么他很美？因为他的性格非常多，光从他的手就像这样子，超级大的喇叭手，看起来就很气质优雅。身上的纹路呢，是做一个提花镂空的设计，他在领口、下摆跟袖口部分都有做过花边的设计。它在袖口的部分，它有拼接了像这样子稍微斜一点的纹路，让衣服看起来更有设计感一点。它是白色的，然后上面有花边，所以呢，它也很好做搭配。如果你今天想要约会啦，你就可以搭一个裙子，长裙也可以，窄裙也可以。那你今天想要休闲一点的，你就搭一个长裤，或是简单的黑裤，也都可以做